可以开炮。这个球打到了是左外野方向，这球再来一次，哇，黑豆又开轰了，叶竹轩最近的状况真的是好得不得了啊，短短的两个礼拜第四支，过去的加上今天了，过去七场比赛打了四支的全垒打，这支全垒打呢是两分打点 two run home run， 本季个人第四轰啊，全部是集中在过去这两个礼拜当中的，这支全垒打呢要再追加两分了，现在的这个半局又攻下了三分，变成8-1，阿米哥现在取得七分的领先优势了，叶竹轩，真的是今年球季啊大爆发。大家开心就好，这个就是新人的可贵啊。今天真的是拉米狗这里了，炮声隆隆。哇，逮中一个内角的直球，那我们看到这个叶竹轩的这个球，其实他这个打击的技巧相当的好，就是说看到内角球来，那手缩得很快，让这个棒子比较胖的地方、比较粗的地方去碰到这个球，让球飞行的距离增加了。叶竹轩手感这么好，今年这个没参加明星全垒打大赛是比较有点可惜了。对，哇，他过去七场比赛打了四支的全垒打。看到他的右手哦，稍微有点缩着打。其实如果说你这个右手没有收的话哦，手伸得太直，一伸出去的时候，那个球。